我现在有点木，在家宅了2星期之后，虽然说我自己会认为我平时是蛮宅的一个人，但是现在这样被迫使的在家里待着，现在觉得人有点宅。对，让自己大脑活跃起来。我今天已经起了一个草稿。起了一个草稿，所以今天要对它进行一个上色，这样子的，看不见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，在家里宅了几星期之后，觉得有点木讷。好啦，那我现在开始画画了。Thank you.
10:40了，我终于把这一幅画给画完了。然后，江灯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就是最终的这图。应该可以看清到底是怎么样吧。好，这个呢，因为画这种颜色会比较多的，通常就会花的时间会久一些。我不知道我大概画了有多少小时。我画了9个小时。我竟然花了9个小时，哇哦！我真的，我现在画的脑袋有点傻，但是结果呢，我个人觉得是还 OK 的，希望这个作品大家可以喜欢，下星期再见，拜。